那个雨燕、硬鹤、黑白花儿，品种吧也有蒙古嘛，蹦迪锤子，还有蹦迪这个大白马跟咱们蹦迪藏文马杂交的，就是你这个从小时候几岁就开始骑马了？哎呀，我应该是在那个不，在那个四五六吧。就骑马啊，骑马，然后就开始这叫翻马，这叫什么？哎，后来年兽以后学习来啊，会骑马的，你看孩子们都套，都不少。学习来就接下来给你是教你是啊，做买卖去吧。哎，你就翻马呀，翻牛呀，就走到这个行业了嘛。翻马时候是从二十来岁？二十来就翻了。二十来岁那时候那会儿是去。草地翻啊，去内蒙那边啊，那会儿人家赶趟子，咱就跟上人家老师傅，跟上人家前了，你前头走，你后头你跟上去，别把牛丢就行了啊，给人家打个半公公啊，人家叫你干啥你干啥，人家也叫你，这要也是叫吃土，多等会儿就吃土了啊，其实也叫接着土地，那这跟了几年就出来了，跟了一年来天气，那条就一开始是翻了个牛翻嘛，翻牛。啊，翻几头牛？哎呀，前三十来年头上了，我都五十来岁了，也是记不清了。那会儿翻牛害怕不？就是怕赔不怕赔？怕呀，那会儿拉的，那会儿大高子见牛，我记得从东吴去开远的那个边防线上拉那，比这牛大，他大那见牛那拉花轱辘车的见牛。啊，拉花轱辘车。那会儿才3000来块钱。你拉花轱辘车都是一只眼的啊？那你拉回来就翻回来是？叫的冷库了，冷库都是窄啊，土窄啊。咱们造备冷库，造我们外贸啊。那会儿有外贸嘛？外贸冷库，我们交给人家。那第一次翻就挣点挣钱了嘛？哎，行，第一次翻就没少挣，那会儿也挣个3000来块钱，也是挣大钱了呀。啊，没说一根蛋干。蛋干时候是多大？二十几岁？二十三了也。哦，那挣3000啊。那是一个人去的，是跟别人一块儿去的。会儿我们那会儿交通不方便。那会儿的路也不方便，确实是那些个没有油路了。咋去？坐汽车去？开车。那会儿我们那是去酒会车，租车。啊，那会儿就租车。租啥车去了就买啥就拉回来。啊，再往回拉。那这个一年翻多少趟呢？反正那会儿是这样，那会儿可不，我记得那会儿走一天也得走个10天8天的，就是一趟，走一个星期。啊，一趟就得一个星期。都赶着回来。一年翻也翻过。那会儿也有车了，我们那会儿到。20-30趟。翻。啊，一个月翻是肯定是15趟。3-4趟是应该的，3-4趟吧。那会儿一年翻下来也觉得自己是有钱人了。哎，反正是感觉挺好，回来也是挣了钱了，媳妇儿吧跟你挺高兴。你出去回去拿不回钱了，也跟你不高兴。那会儿你就24就结婚了。啊，就这样一直翻下来。啊，一直走了这个行业了，就是。啊，那要这样走下来，你应该是成了很有钱的富翁了。那也有赔的时候呀，那不见得是啊，也有赔的时候，哎，也有或者损失，也有损耗了呀，也有走远的时候赔的时候了呀，在这儿少，哎，也不少了，着急买个牛，或者买匹马也挣了就赔了。